小貂蝉，貂蝉，对对对，来吧，来吧 ，Go Go Go， 貂蝉 Go Go， 讲中文，讲中文，这是继《真三国双二》之后再一次的语音中文版，对对哦，当年张飞真的是太经典了，俺娘啦，俺娘啦。讲维文，对啊，讲维文太难了啦，太难了，边玩还要边学。而且以前他们讲话也不是维文，我以为是写在那个书上面的才是维文，他们平常讲话也不是用维文。不用查，其实说实在，就是你现在大陆剧大家看很多奇怪，其实这配音他们这些配音应该都是找那个中国人，那其实好像就是我觉得也不会很。违和啦，就是说实在，就是毕竟这就是中国大陆。除非你真的是听日文听得很那个，不然其实我觉得他们现在那边配音的时候很直接。中文配音是台湾人吗？应该都是中国，应该都是配音员，应该都是。但是为此，我夺走并玷污了你的人生，请你原谅我。请您不要这么说。请您不要这么说，小女子。高兴可以为义父做事，真的还是不知道啊，因为玩太久日文了，还是会有点违和。你还是觉得奇怪，他、明明一个汉人讲日文很正常啊，明明是中国的历史，对啊，很正常啊，就习惯听日文啊，对啊。其实我真的觉得可以不错，对啊，對有我个人觉得比二代好啦，只是习惯性的问题，对，习惯性。Thank you.
觉得比曹雄好用。我觉得曹雄其实蛮难用，我刚刚能够打英语，不久有点压抑，因为我自己联想在玩的时候，我玩两次都输一步。貂蝉很强哎，不过貂蝉其实一直以来，我觉得每一代他也都算是前段班的角色，操作起来啦。也会吗？其实我不太用，因为以前拿锤子超短的。对，但是自从他改拿鞭子以后，他就变强了。技巧巧吧，空中武装算算对，这代也是有分空中武装跟地上武装。
洛克人一样。虽然我也不知道三角票要干嘛，啊、他也是设计了三角票这个功能。好，飞檐走壁追曹操，曹操曹操，不能让他脱逃。从上面绕过去，你一定要这样子，你一定要从上面走就对了。我要当刺客。喂，来了，曹操，来了，我已经挂了。然后在每次第五年级的这个快速攻击结束之后呢，你可以马上接正方形，就会进行这种所谓的流水攻击，就是让你的连击继续维持下。当初的点滴是因为我们现在是用那个 Lane 开发机的关系，其实我们有看过用 Pro 就很顺，就是维持大概三十，应该就是每秒那三十张张的。那现在就是因为开发机 的关系，也是最终的完成吧。对啊，大家就要担待。哎呀，没打到。开发机就是厂商开发游戏的嘛，所以我们现在这台机器，如果掉了会很麻烦的。对，就是里面会有这个厂商的那个他们开发的，对，就像其实我们现在这目前这个记录是全角色啊，对，但是就是由于限制配的关系，对，所以我们没办法让大家看到。
这个灵法全是坚持的。这表情做得很有趣，表情做得很细腻。好了，讲完了，其实刚讲完，差不多讲完，礼拜四上市啊，然后数学光荣啊，就是让大家抢先看到这个东西。好啦，那就是这样子啊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那有董白，有那个，哇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反正我们刚有看啦，就是每个势力它会有不同的，甚至选不同的人物，它都会有不同的剧情的剧情或者是那那其实这一代开放式世界，大概大家可以看到，其实真的还蛮多自由。而且我们今天都是走主线任务，我们几乎都没有打一些支线，比如说我们没有去找村民说啊你有什么问题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其实那个中间那个人是我在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跑去河边钓。